是来关心一下，看你安怎无？毕竟我昨午啉烧酒醉啦，行为有较失礼淡薄。你知影你家己有较失礼就好，以后较注意。因为这种代志，不是一句道歉，就能当作无发生过。哦，敢有这么严重？拄只我甲金大夫咧讲生理的时阵，讲到足欢喜的啊。伊无加问，我嘛无加讲啊。嗯，我安尼啦，这件代志就是咱的秘密，咱两人知影就好。你把我尊重的。你，莫安尼啦，我就是足尊重你，才会专工来回事的啊。这算什么回事的？我明我见过你，虽然大方需要给我担子，啊，不过是袂看你和任何查甫人对我轻薄薄的哦。我若真正甲你讲这件代志，你绝对让大风受你个凄惨凄惨。除非啦，除非金大风想要找死，若无伊绝对唔敢夹我。唔信你去甲讲啊！我是苦劝你莫冲动啦，莫为着这款小可代志，强碍民主，啊到最后是啥人付出代价，你也想好清楚。较免以后你在现场替金大风收尸的时阵。才来反悔，讲谁拢会得失着我这款人。我就知你是一个巧巧人。其实我来跟你回实的，你都会欢喜接受。啊，若无以后发生这款代志的时阵，我都无这么客气啊。我就直接问你讲，佩奇啊，咱是不是要继续刷摊？非得你也唔敢对我安怎？敢毋是咧？吴一鸣，你若真正甲我骗着，我嘛绝对无可能好了过。莫安尼啦，卡袂着就想要生气。其实吼，我这个人是嘴较歹，啊，不过我真好斗阵咧。豆豆啊，你就会知影。民宿家哦，附近哎风景真水，啊空气又够好，后来这大人哦，心情规个拢感觉轻松的。其实你那哦，我挺好陪你全世界去旅行，安尼你的心情哦，一定会更加好的。干爹，你足爱讲笑的，有影？我都去上班呢，我哪有遐好命，会当一四季去佚佗啦？啊，安尼就紧甲退休办办的嘛。再搁讲啦，再搁讲啦，吼。好啦，期待你啦，吼。嗯。吼，这个查某实在是有够爱食假细腻呢，汉良拢讲到遐尼明啊，还搁底下下下贴贴，安尼是要到当时才会有结果啦。小雪，小雪来。哦。来。姐，你准备一下吼，我来宣布一件代志。妈，你想要准备啥？咱来开舞会。哈？嗯。各位，恁敢有感觉音乐真好听，气氛真好？有啊。所以，阮特别为大家准备一个娱乐节目，咱来开舞会，好不？好啊。好哈，请到我来中央家。好啊，来！我教你跳国标舞。阿哥，你要开舞会呢？是啊。汉良，小弟你不要跳舞好不好？我陪你跳。嗯。啊，不过阿哥嘛真会跳舞的。哦，也不过美华小姐来这是要静养身体，唔通让伊劳动啦。美华小姐。你袂见怪啦吼，袂啦，吼，小萱 ，Tango， 哦，汉良，请，
你是咧避暑啥？我一位这么美丽的女厨要请你跳舞，啊，你安尼咕咕哔哔，你是不是男子汉啊？你看，你即马无我，啊，我嘛无安，咱两个吼斗一队拄啊好呢。啊，是啊，请啊。哦，好好，安尼啊。嗯。哎呀，哎，你啰嗦啥啦？跳一个步尔，咕咕摸摸。各位，会晓跳咱做伙跳，啊，若袂晓跳，我再慢慢甲恁教。好，请。赶快呐！阿公啊，我靠，找看卖。阿公，阿公。干爹，啊，你哪走出来？我伫雄雄无看你的人，就走出来甲你看一下。嘿，啊，内底真闹热呢，你嘛真爱跳舞，哪无甲大家做伙跳一下？免啦，阿姨都讲我修养无好。哼，干爹，我是心脏无甲偌好啦。我看伊安尼哦，对你遐尼热情，吼，我心脏用要袂堪一下。有话拢讲啊，遮明啊，袂输伫咧食醋嘞。哎，干爹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像咧食醋，我咧食醋才八摆咧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前我生目睭发白白，我从来毋捌看到一个查某像伊安尼，吼，嚣叽叽啦，吼，我实在有影无法度忍受，有影。阿哥啊，哪哪迄个人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啦。较早伊少年的时阵是三八强。啊，即马可能是无安啊，就变做三八条啊。我甲伊是老厝边啊，跳一下舞啊，无啥要紧啊吼。哦，啊，到即马一个面阁傲嘟嘟哦。去啦，你去陪伊啦。卖啦，我陪你啦。免啦，我免人陪啦。你去陪伊啦，袂用的啦，我等伊找人甲笑笑，讲要照顾你啦。我唔是三岁囡仔，我无需要人照顾啦。无安尼啦，我知影后边哦，真凉，咱坐遐看风景，啉咖啡，我请你。看起来我那个刺客有好哦。妈，妈，啊你来造菜啊？主角都无伫啊，我只配角去留遐创啥？妈，啊你唔是答应纯纯讲要甲汉娘姐，还佮美华阿姨煞作对，啊你还佮找汉娘姐做你的舞伴，啊你真正就无妥当。你是怎啊想啦？我是挑工的啦，挑工的，你甲看，
你美华阿姨啦，遐尼保守，遐汉良吼面皮阁遐尼薄，我若无甲西人一个，开锁哪会不快？也毋过吼，你后壁互人甲我叫我三百条的，实在就唔得嘞。妈，阿你是在讲啥啦？非得吼，妈妈为着要达成纯纯交代的任务，哦，我吼真是阿妈开得很紧啦。也毋过，即马甲看起来，效果有出来哦。我怕唔免偌久，我就用去交差啊。佩奇，囝代志处理好，你用去洗刷酒，无问题。今天部分就照咱讲好的，你准时把钱汇入我的口座。哼，无必要讲遐尼济啦。我想现在有影是无啥相信你啊，为咱两本来是利益的结合，无相信你，这么正常，无啥好讲。你跟外面讲电话啊？是啊。你要跟伊合作，你敢有透动？像这款少年哦，为着你，伊啥物背骨的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你若真正为着要趁钱跟伊合作，更加你的人命都休去哦。妈，你即马你变哪只无胆？啊，正常都是这种代志，你拢叫我冲啊！对啊，我知我较早为着趁钱，啥物代志拢互你去做，完全拢无咧考虑过。啊，不过我即马就后悔。那不是我害你惊唔对咯，今日母阿囝慢慢就遮凄惨。大凤啊，你还想我清楚？你千万袂当跟我爷们合作啦。妈，你若是讲我真正跟我爷们合作，我即马是无退路嘞，我无选择嘞。妈，你若是讲我爷们真正帮我算，你敢知？即马伊的手内有我台新聂组长的剑骨嘞。我若是无甲伊好好配合，我是无可能过这关的。惠弟，伊也是你啊。阮今嘛，阮阁互相利用的阶段，所以我今嘛，我甲合作这件代志，我会用趁钱，阁用保平安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大凤，啊，像迄款陪过囡仔讲的话，敢会听的？伊只不过是利用你尔。等下倒一天你无利用的阶段啦，伊就反倒倒来家里，死狗你又搁较凄惨，你知无？妈，你妈你就差你后生好无？你后生无遐憨蛮，这个代志无到最后，阁唔知讲哦，送是要甲送的。阿哥，好，妈你莫阁讲，我代志我出来。妈，大凤，大凤，大凤啊！你新罗帮请假，请太祖爷慈悲，保庇我后生金大方会当得过官司的结果。虽然我后生犯真侪错误，啊，不过这拢是我这做妈妈的黑蛮家，才让伊路愈行愈偏。所以，不管伊身上犯偌侪罪孽，我接着妈妈的，拢愿意替伊担，请太祖爷支持，替伊消灾解厄。人啦吼，啊，新民来讲无问题，一切靠伊家己决定，你也放心啊。免客气，进来啦。该签字上，来啦，免客气。你台湾几岁哦？你哪知？做老母当然要替家己后生求，唔敢要替别人。台湾啊，唔要走投无路啊，
你的心因你足痛足唔甘。我知我无要紧，行到今仔这款地步，根本就无人会同情我。啊，不过你想看卖，天下间有倒一个做爸母的，我希望家己的囝儿是世当出脱，甲人会比拼的。你那讲是无唔对啦，但是这方法爱对啊，路嘛爱行了有正，无就会像大风这么呢。我知影，阮台湾是互我伤害的。我本来拿准我当永远得势，阮台湾做永远的靠山。安尼，伊就让行啊比别人较顺，比别人较紧。不过我即马知影，我观念是错误。就是安尼，才黄大风认为讲，伊为着要达到目的，才会当不择手段。我真正做后悔，就是我的歹模样，才黄大风变到今仔安尼。我知影今晚大家心肝一定拢在笑我。笑我跟你做起来，别人我是唔知啦，我是要租给他跟你笑，因为我家己嘛是一个做真侪歹代志的囝，所以我会当理解你唔甘搁艰苦的心情。啊，唔过你俩已经改过自新啊，大王就学落伊，就讲阮大王还阁无法度得到大家原谅。伊的未来，我唔知伫咧倒。我心是有得到安慰啊，不过苦要甲谁讲？恁大兄啊，若知影通好解过，就算讲叫阮判刑，嘛算是有出来一工啊。不过阮发啊，心是悔改啊，身体煞无予伊机会啊，嘛无人知影，以后阁有偌济日子，这种体。家己后生算日子的心情，你无可能我大体会。有影个人有个人的苦啦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即卖医学遮尔发达，恁台湾出底还够机会。多谢你啊，我嘛希望伊会当平平安安过落去，嘛希望恁大方啊。有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不过我今麦真正足惊伊啊！我唔知阮大凤的未来变做啥款，所以我唔才来求太祖爷指点。爷爹，你替我改一下签诗，看阮大凤是毋是还有机会当重新开始。世间万物各有主，一粒一毫均莫处。阴阳合格自天生，生死会贵照规矩。表弟啊，这个签诗是重病，连小结都拢无。啊，是不是阮同伙关系？是不是着？这签诗顶悬都写了真清楚啊嘞，讲咱人啊，都爱顺天而行。偏偏啊，有人特别是要逆天行事，是恐惊的。阮大凤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无啊？嘛不是讲完全无机会啦，只要大凤身躯边有贵人出现，伊一定还阁有希望。阮大凤身躯边的贵人，只要将离开伊啊，以后嘛拢好圆满。台风真正无法当躲过一关啦！唉，莫烦恼啦，也莫想遐多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唉，咱是大人歹做，其实今日是些蛮难为呢。
你烦恼大风，大风嘛是烦恼你啊。我说，咖啡先生，我跟你又不是第一次见面了。啊，想到顶边我陪艾米来的时阵，你一点么都拢袂哭。啊，今仔所哭到无安尼，让我感觉冰冻。感觉你嫌我生活了无够苦，想让我哭得更光辉一点吗？哈？现在请人进来了，你看，小不要小娃进行的了。青啊，嗯，哎，你坐这安尼戆神戆神啦。妈夫，嗯，哎，恁来走来这？嗯，啊，都几年都叫阮来嘞，讲到安尼哦，啊，要靠袂你啦，讲你一个人吼，包咖啡厅包嘞，啊，坐规半工，哈。啊，有时是安尼哦，由头到面戆神戆神；有时是安尼，电棍头尾在动倒啦，哈！啊，有时是安尼，额头在怨天怨地吐大鬼。哇！唔则叫阮讲赶紧吼，带你转去吼先生看妈嘞。无啦，无破病，无需要看医生啦。啊，煞唔知我都安尼啊，有做啊，咁样安尼时段啦。啊，你拢不了解我时段的痛苦。我跟艾米哦，会啉咖啡。我为了要安尼改啉咖啡，我规场那个包落来。结果艾米啊，赶快搞放蚊帐。我咧想讲这边啊，伊就应该作秀去，作会都还无要插我。没啦，艾米哦，脾气有较硬啦。等下过两天吼，伊来落软，啊，你再去回室咧，安尼就无代志，伊就会插你啊啦。今日安尼哦，啊，我是食饭的时阵来，行路的时阵来，坐踮咧遮，我刚才看这个手机哦，看超过一个电台，我咧想讲，因为当时要卡来，啊，一看一看，伊就是无卡来呢，我都唔知要安怎，假使讲我若听无因为的声音，还是无看到伊人，我够惊我，我话袂落去，你看我袂受伤啦，啊，你说要去引导车椅。我唔敢去啦，我来敢。唉，这种工作都吃力啦。嗯，我安怎？不对，你看嘛，平常时啊，穿的哦，伫外面干两件超代志咧处理代志哦，好啊，变变叫哦，好，规身躯拢打咧。啊，若拄着早起啦，都无半粒打，就是你无心打可以啦。嗯，我来去，小个，嗯，阿姑打好你，哦，这代志我一定来插手。Amy 啊，前两天哦，妈不是讲哦要甲你相亲，这个真好的机会来啊啦！啊，这紧哦！哎呦，姻婚阿伯来哦，那有啥物紧唔紧？迄黄阿伯都喊后生拜答哦，哦，生出一表人才呢，佫是专业的会计师，无论人品啦、学历啦、兴趣啦，拢甲你足适配哦。妈。我迄天只不过是现在给你应应的，啊，你现在要找人来搞相亲哦？你放心啦，啊，恁爸爸这届吼，请百达来给咱伊利达做年度财务的整合，安尼吼，你就用伫咧真自然的情形下，甲伊相处啦。我相信哦，恁两个人一定足会合的啦。好啦，等看了再讲啦。啊，过来开门。请嘛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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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啊，甲 Amy 你吼有误会伫咧，啊，歹势来甲你回信底，啊，我甲因姑啊吼两个回来啦，安尼较生意啦。啊，对啦 ，Amy 啊，啊，你上爱食这间的咖啡，哎呦，阮穿啊吼，啊，真有心去买呢，买来要互你啉。来，这个生意吼，钱嘛，是不是会当请阮入去坐，卖对只发客吼？来者是客啦，我当然是欢迎哦，恁入来阮兜坐啦。哦，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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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朋友的后生哦，今仔日吼要到国外转来，我才想讲哦要带阮 Amy 哦去接机啦。惊伊讲哦，你以后还袂坐小吼，都爱搁送客，安尼对恁哦搁较歹势啦。哎，我看无安尼啦。啊，咱都啊，拍拍手，那不能时时先过去。对，这里来，先过先洗啦。耽误我的时间是较不要紧啦，啊，若耽误阮阿妹相亲的时间哦，安尼就唔好啊啦。相亲，谁相亲啦？哎，哎，亲，啊，你讲话蛮咧趣味啊咧，哎，要阮回城来甲阿妹。因两个已经是以身世界之路难挨咧，那你我相什么亲啦？啊，当阮阿咪也毋是要甲恁火星啊相亲啊，当伊即个相亲的对象哦，是家世背景、学历哦、人品哦，拢是一流的少年人。简单讲起来啦，伊即个要相亲的对象哦，是有钱够有名声，有娘有阿爹，哎，就好。也唔过咧，阮回城啊，伊有娘无阿爹啦，但是我这个阿姑爹啊，疼重，拢同款啦，一样的啦，同款无同师傅啦。阮阿妹即个要相亲的对象吼，是身份地位吼，拢甲伊足适配。差四岁，差四岁你也咧计较，迄年岁袂要紧啦。阮红回城啊，甲恁哈，因为阿妹吼。嘿嘿嘿，这样东西安尼足适配啦。好，回请有火，阿妹姓杨有木，亚文小妹有金，你有水，啊，这金木水火土五行拢照够啊。这袂输，气嘴袂拉吧，麻麻麻。臭年人，搁搞混。我讲生油佬，你听做火车头。火车头。嗯。好，我送你个火车头。唔是啦，啊是仙游楼。啊，伊这个耳哦，我讲袂落去啊啦。洪太太，我甲你讲较紧啦。你火星啊吼，甲阮 Amy 哦，既然个性甲外表拢袂合，上好是卖阁耽误因的时间哦，互因切切的啦。什么袂合？哎呦！啊，较早哦，咱食红茶，哦，啊，粉泥，啊，拢另外食，啊，即马粉泥甲红茶难做伙，这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对啦，嘿，啊，佫较早囡仔哦，伫咧食牛奶，啊，咱大人哦食咖啡，啊，即马哦咖啡难牛奶，哦，这拿铁，啊，相关的代志，你闹一定的啦，即马是安怎？啊，恁一家人？硬要甲恁火请啊，甲阮阿咪斗做伙。妈，我刚刚讲是人客，讲话莫歹听啦。我讲话哪有歹听？我只是讲话大声，而且吼，我要讲互因知影，爱互因了解，莫阁安尼继续耽误落去啊。哎呦，啊若阁耽误落去，啊无安尼啊，紧解决啦，爱两个紧甲婚礼紧办办嘞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吼。啊，歹势。开始，时间无早吼，恁个咖啡我等下就冷去啊。哎，我好提前讲，阮迄个咖啡明仔叫人来吃吼，啊，卖给恁叫了。啊，歹势，你卖事，走。切嘛，今仔甲你讲了哦，足爽快啦。哎，啊，林刚吼，我老对只金贵吼，我也过来拜访。是啦，我先走哈。新人啊，足趣味的啦。啊，阮小可送一个咖啡啦，尔你著陪阮开讲几百步，哦，足热情的。而且以后哦，我若无较接来，足歹势你咧，吼，我先去咧。
拍死拍死，你卖手机卖手机哦。啊，还是咖啡趁手机啉吼。啊，卡叔啊，老哥有事啊，随口面我随送来吼。拍死拍死，先去陪吼，先去陪，拍死拍死。今日臭伊人，我真着实。该听着啊，无甲一句着啦；该听唔着，无甲一句准。哦，害迄个陈妈哩气到扑不着。煞唔知今仔日啦，原牛风太伫咧现东风啦。伊个每一句话啊，我王家秋平耳啊，甲听啊足清楚啦。而且我去找过足够音的，照啊当能应付了，七吃五白五马上啦。原来你拢故意哦、喔！当然的哦、喔，你不看迄个钱，万一可委委肥肥啊哦，那阿不多啊嘞！啊，连每一罐香的贡献也是足富到顶的嘞！哎，这可奈安尼嘞？嚯，起贫中有看，官无看低，一讲到话，佫得锅倒菜刀落落长，哇，变啊这款钱无，无，也无得先甲阿罗对这样子啦，阿罗对，我是真有影哦，会叫你害死我，即马都甲疫苗认证啊，啊这阿姆哦，已经拢无要插我疫苗，无要插我，哎，即马我那个母女真正火烧高了，全无帮，三年多白做的，拖啊。嗯，像安尼讲嘛是有道理的。嗯。万一哦，七母八母，母甲新妇无去，安尼都害了了啊嘞。嗯，天开的祖囡仔，不是干那疫苗一个啦，点点无，等咱就过来找，你无看伊老母。哎呦，目睭生伫头壳顶哩，安尼恁下摆，哈，我因查某囝要甲人相亲，啥物啊？要相亲就该相嘛，该拼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又是要甲啥人相亲啦？啥物啊？你唔通袂记咧？爬七啊，这个是我专门开的呢。啥物啊？你放心，阿姑替你找一个阿某。你看恁大汉阿金嘛，嘿，那是当年啊台湾第一位的槟榔西施啊。我无食槟榔刀，我都甲扒来咧。啊，第二个咧，就是咱台湾第一位好女不亲。迄阵恁外祖公过身的时候，我请好女来，偌久我就甲扒起来咧。啊，第三位是台湾第一位跳脱离舞的哪哪呢呐？啊，第四位咧，钢管秀，哦，足热情的，一日到晚阿不动就钢管的摸咧跳啦，啊，第五位哦，哎呦，讲遐济，啊，听甲乌沙沙，你讲遮个吼，穿个拢无爱啦，无介意啦。阿姑啊，你讲讲遐济吼，其实我讲真个，我心肝啦，敢若永远爱 Amy 一个尔，其他个我拢无可能接受。阿姑，你头都有讲。讲你是爬起来专门考对无？啊！你我甲你拜托，你甲我教几步，好，甲 Amy 落顿来，安尼好无？你放心啦。啊！你来甲阿姨，我就护你一个，吼。阿姑一定推你出来，甲爬顿来。有影吼，阿姑，拢靠你啊。好啦，行啦，来，你坐下。好，唔该，多谢啊。你要甲我合作开沙洲啊场？这个代志无遮尔简单嘞，要做这种生意，唔然有资金，而且还佫有关系来疏通来打点嘛。你认为你敢有迄个才调？卡叔，咱两个合作，我有遮尔侪细汉嘞。你个沙石场有人替你顾场，林某丁议员有政商资源，佮加上你个资金，但是小厅队大汉，这生意绝对做会起。所以你是要利用我甲佩奇的资金，甲人脉？讲什么利用才歹听啦！合作做生意，都是大家欢喜甘愿的。搁再讲，这笔生意你嘛有好处啊！我想来讲无唔对啦，啊，我即嘛是真有困难的，我手内无遐尼侪资金。你这想法吼都唔对啊，都是有困难，所以博大，摕较侪钱。来加钱，那无你即摆状况，要到当时才当还心嘛。哎，你咧丢丢什么啦？我记过去金大方是遮尔阿萨利，遮尔有霸气，唔是像即摆顾如东顾如西，
敢讲你猎胆骗这个仔仔，所以才不管青山路骗。我不是无胆，是今麦社会原来是真现实。我真正无法度一个月赚了遐尼侪钱。你安尼讲伤客气啊！讲真实啦，恁某啊丁议员也阁真有势，伊若管你出面，真唔惊少无啦。只要咱会当甲沙石市场规划旁，绝对赚大钱。这个代志哦，我要等一个配齐参详者。甲配齐参详，刚刚你这个家，即摆你无在做主。唉，金董事长啊，讲真实啦，你想要拍赢官司、保白保，都是用钱落讲。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我是提供一个机会，让你会当翻身，是不是爸？都要靠你家己。你讲啥？叫我提钱出来，搁要替吴一鸣打点申请刷奖条的代志？你是搞当作啥？伊细汉的哦。佩姐，这啦，莫这么激动，你听我讲。甲郭伟明合作，算是甲他斗相共啦，吼，绝对袂吃亏。大凤，你哪样要替伟明讲话啊？敢讲伊这個人，你阁无了清楚？郭伟明这個人我当然真清楚，不过我嘛毋是戆人啊，我就是详细考虑过，我毋才想要找恁参详的。啊，恁对我就袂信任啊？我毋是对你无信任，重点是，我对伟明这個人已经饱甲嘴啊，我无想要阁甲伊有任何交缠。是啦，大凤，佩奇讲了无唔对。这吴一鸣哦，伊的话那听起来，感觉伊是咧利用你尔。伊若真正有遐济利益，伊现在就跟你分，啊？爸，这个市场这块饼太大，伊无法度全部拢吃落来。这块饼，假使我若是有在条分着，那我就有翻身的机会。大凤啊！我唔是头一天出社会呢，这内底有偌济利益，我根本唔知。我是惊到时阵哦，你食的都吞袂落啦。无唔对，遐做沙场场的，各人有各人势力，都是青面獠牙、虎爬狮鹫，根本都唔是咱有才调应付的。是啊，啊，这吴一鸣遐巧，伊会跟你合作，只不过是利用你尔。伊是惊讲哦，到时头加什么麻烦，死得又无死病倒。妈，这代志无这么严重啊！即马代志到这种地步啊，我若无博遐大济，我真正无翻身的机会啦。好，就算沙石场做起，有赚到钱，你关心都已经无代志。啊，这点无恁听我讲者。吴明讲了无唔对，潘可欣的官司确实对我真不利，三审的判决就可能随时都会出现结果。假使我若有钱，我就已经拍通遐个关键一本，无你开我阁有翻身的机会。虽不然怎，我来拼看卖，我绝对免戆戆等判决出来。话又讲回来，我若是用判刑方来关，那我嘛袂拖累着你，嘛袂拖累着妈。即马对我来讲，就是要赚大钱，让恁好好过日子啊！这才是上重要。吴一鸣讲遐话，你哪会用听啊？伊敢若想到伊家己的利益，根本都毋是真心想要甲你斗相共啊！好啦，大凤，这阵代志哦，你先考虑我清楚再讲啦。我即摆已经无时间啊，我无时间通好好考虑啊。佩姐，简单一句话，你到底有要甲我斗相共？我真正无法度，这就是你的答案。我今日总算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。
你现在跟我讲你真爱吗？结果呢？你根本无理为我设想。金塔峰，你哪会对我讲出这种话啊？我安尼讲有啥物对啊？我都已经感受人家所有情形啊！你还是无要相信我，你还是无想要救我。不要紧，无想要救我，我家己想办法。佩奇啊，我大凤个性就是安尼，性格也硬起来哦，拢唔知家己咧讲啥。你莫艰苦啦，伊绝对无这個意思啊。妈，你莫阁太讲话啊。我实在是真失望，我拢已经为伊付出很多啊。到最后，伊竟然阁对我讲出这种话，感觉我对伊的牺牲还阁无够。你为大凤付出了，我看在眼内，还是唔知影珍惜。莫去感觉啊，我好甲伊讲，你着莫甲伊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放伫心肝内，知无？